Hello， 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明光美影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玩恐怖之眼，恐怖之眼又更新了。然后它的更新内容是什么呢？给大家说一下，它更新的内容就是增加了一些新的装饰，然后更新了一下乖孩子啊、克劳苏还有查理的一个声音音效。当然，我还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发出什么声音。我们得遇到他们再说，因为重新更新的原因，所以说这边有一些新手提示什么的，他又重新的看了一遍。好，先不管那些，这个声音还是很熟悉，并没有什么改变，对吧？我们等一下看一下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新的变化。刚才那个声音大家应该听得出来是克劳苏，对吧？克劳苏的声音跟乖孩子还有查理他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边我已经拿到五个钱袋子。眼睛的话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可能有一些变化。你保证过你永远不会来的，对，这就是克劳苏。克劳苏就是我们男主人公的一个女朋友嘛，对吧？好，他来了，克劳苏来了。哎呦，在外面，在外面，在外面！他是在哪边？我们从这个门看一下，稍微的看一眼，好像没有看见他。哇塞，他不是说改了音效的吗？实际上音效并没有什么发生改变，但是好像就刚才看着墙上有一个钟，那个钟的话，我也不知道是之前有的还是没有的。这边来，我们已经找到七个钱袋子。按道理来说，今天这个通关应该是没问题。而且我还有疾跑。哦，大家跟大家说一声，我现在玩的哪里啊？哇！跑跑跑跑跑跑！我去！啊！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克劳苏，你快走啊！天呐，差点就凉凉，幸亏我有疾跑。那边我刚才跟大家说了，我现在玩的就不是修改版的了，也就是没有无敌，你遇到克劳苏的时候就会死掉，你必须小心一点，谨慎一点。刚才我实际上挺谨慎的啊。每次看到这个就有点担心。哎，这个里面，好吧，为什么拿到八个钱袋之后就没有钱袋子了？好害怕。哎，我要拿到一张这个纸条碎片，密码碎片了。好的，我们好，机跑有了，机跑有了。那么现在是，哎呦，又来了，看一眼。他一直在打击我，他一直在打击我，不可能，不可能是他！我看见了瓦砾，瓦砾是什么东西？哎，这个留声机怎么不响了？还有一切，难道这是诅咒吗？这个剧情每次看四位数密码，我应该还差一位数密码。哦。这首歌换了，这首歌换了。克劳苏，这是克劳苏的声音。我找到一把钥匙，然后克劳苏在哪里？躲一下。好，克劳苏下楼了，那么我们可以去。哎呦，也是肥老鼠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眼睛给拿一下。哎，以前没有这只老鼠。现在多了一只老鼠，它在分散我的注意力，而且它到底要去哪里？哇，它带我去哪里啊？那我不开门的话，哎，那只老鼠呢？老鼠不见了。这里有蛮多文件的，我们拿到15个钱袋了，应该今天可以逃掉了。哇塞，
看来照片才是关键，我必须化解诅咒。这里真令人紧张，搞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是不是我要去把那个照片给解读一下？可能有新的一个秘密等着我去解开。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深入探索，所以说我们要去解密一下照片。然后这里一个看起来是孩子的素描，妈妈、爸爸、小孩、女孩，妈妈、爸爸、小孩、女孩，我记住了。哎，这里有个眼睛没拉，我们先看一眼。我需要你，但是你为什么不来？我来不了，他把我锁在里面了。我试着逃出来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？为什么这个断机圈我不太清楚？哎，钱袋子居然差一个。等一等，我们先要在这边来等一下，然后看一下，看一下克劳苏在哪里。好，这边来，应该是妈妈、爸爸、小孩、女孩。这边有一个，好，打开这个门了。哇，这间房子看起来越来越奇怪了。哇，血手印，可是这里没有谜题啊，解不开。这里有几个字母 B55BIY， 有个音乐盒。哎，这个音乐盒坏掉了吗？音乐实际上听着。哇，这音乐配在一起令人毛骨悚然啊。火人在燃烧，令人作痛。我天哪，我放过我吧，我道歉。我究竟做了什么事儿？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我们下楼吗？我们往左边走还是往右边走？不要紧，我有加速。不要紧，我有加速，我等一下可以传送下去。哎，这只老鼠呢？老鼠不见了。得快点往前走！哇哇哇哇哇哇！救命啊！我们需要谨慎，再谨慎。我们不能阴沟里面翻船。这边并没有任何的谜题，新的谜题。但是，我只剩最后一个眼睛了，眼睛快不够用了。克劳苏在哪里？我觉得有危险，我们先进来躲一下。然后看一眼，克劳苏在楼下。克劳苏在楼下！我天哪，我下去不会碰见克劳苏吧？不要紧，我有钥匙，我可以躲。我可以冲刺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哇，前方一片黑。啊，最后一个钱袋子我拿到了，我拿到了，我拿到了。我躲进来，我躲进来。克劳苏啊，克劳苏来了！哇，我躲起来了，躲起来了，克劳苏来了。他不会进来吧？看一下，没有救赎，没有救赎。我知道这是我应得的，我承诺过，却没能坚守下去。啊，男子汉大丈夫居然言而无信。这里没有别的东西了，该去别的地方看看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应该走了，已经收集够了，赶紧离开这里吧。难道你就让你的女朋友继续在这里待着吗？这里有好多钱袋，我想都带走，可是拿不了，怎么办？这个铁笼子我们可以进去。哇，这么多钱袋子，他要我赶紧离开这里。那么还剩最后一个眼睛，我们看一眼。对话也没了，我离不开了。哇，抖起来了，抖起来了，抖起来了。克劳苏要来了，克劳苏要来了。他在哪里呢？我没眼睛了，我的天啊！不然我可以看一眼，然后想办法离开。我不会阴沟里翻船吧？好，应该不在。我现在唯一怕的就是，哇，怎么这么多钱袋子？在哪？啊！绕一圈，赶紧，赶紧，赶紧！好，我绕过来了。啊！杨老师！哦。
来添加的音效就是这个死亡时的音效，那么每一个角色可能都会有新的这个死亡的音效出现，那么很期待乖孩子和查理是什么声音。不过由于是更新版的，所以说我们还要等修改版的出来，不然的话地图是没有的。好，那么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